最近那个爸爸那边发生一些事情，那你有就是稍微关心一下他吗？我是觉得，对，就是如常，反正就如常，对不对？类似吧。有没有就是讯息啊？还是你其实是不太知道爸爸那边的状况？今天是比较开心的场合，我们先说不了最好的这个部分的话，就是让我们保持一点神秘感。平时的生活都还是有在互动吧？当然是有啊。我是觉得对，就是如常，反正就如常，对不对？类似吧。那妈妈就是近况都在干嘛？就都很好啊。如常如常。她知道你今天来走秀吗？知道。目前的话，工作的安排都是挑战问题。那你未来想要挑战什么戏路吗？因为你看你连戏说都挑战了。对对，我觉得第一个就是比较有一点点变态的角色，另外一个是有一点比较流氓感的，因为这两个东西感觉跟我都有一点点的差距，可是就觉得很想挑战。那你会想要去玩类似有点像玩很大那类的吗？我觉得也可以啊，这体力你 OK？ 体力 OK 啊，我健身也算是也算是。那你有想要参加全明星吗？想，其实蛮想的，因为自己对自己的体力状态其实是蛮有信心的。好朋友就是王子哥，他刚好这一季有去参加，对，也拿了很多次 MVP， 表现也非常的好，就觉得说，如果有机会的话，也想要上去试试看自己的能耐。他之前因为练球受伤，所以那时候就有说，哇，哥真的很拼。他这个就是把荣誉感放得非常非常重要。他是有很好的模范，需要学习对象。MVP 啊，全能王者啊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何浩晨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国毅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郭书瑶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一杰。一直觉得处女座跟水瓶座应该蛮不合的。真的吗？对对对，可是我看什么看？快停啊！快啊！